OK， 他让咱们去打一波敖丙，咱们先去升波级吧，因为咱们95级要先建仙盟的，主播抓紧时间先升一波级啊！我看一下咱们还有没有多少兄弟们下载游戏了啊？咱们天际哥呢，现在已经44级了，天际哥你先升级啊！你先升级，等一下我教你升到50多级，我等一下教你一个快速提战力的方法啊！你先把咱们这些 CDK 全部都给他领了，你知道怎么领吗？那个天际哥，你知道的话，你在这个游戏好友这里给我扣个一。不用说回直播间扣，你直接在游戏里边给我扣个一。你要不会的话，我直接教你怎么领。咱们看到这个右上方这里有个红包，看到吗？红把它领了。这些红包那个仙玉呢，都是货真价实的米啊，咱们直接领取。等一下呢，我教咱们兄弟们怎么去花啊。咱们仙玉商城里边的东西都不要买啊，兄弟们，只要是他能用仙玉买到的，咱们主播都是可以给咱们兄弟安排的啊，知道吗？咱们千万不要进入游戏瞎磕乱磕，等一下主播呢教咱们白嫖手充啊，还有这些福利都是可以白嫖的。想玩的喜欢玩神侠猎游戏的兄弟们，以及想和咱们主播一块玩的兄弟们，咱们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铃铛先下载一波啊。欢迎哈尼宝贝，哎他走了，哦他没走，他是小姐姐是吗？哈尼你是小姐姐吗？咱们都平时喜欢玩什么游戏啊，直播间的兄弟们，直播间的各位哥哥姐姐们，咱们喜欢玩什么游戏啊？咦，会领还是不会领啊？不会领我教你啊，这个天际哥，你会领吗？不会领的话你给我扣二啊，抓紧时间升级。哈尼你还在吗？哈尼 OK， 哈尼走了，哈尼被主播叫走了，可能咱们主播把人家哈尼吓到了。咱们下载好了，兄弟们，咱们瞄准红刃121符啊，带着王权马甲直接进入啊。好吧，你们下载好之后呢，你直接在直播间扣一，我直接把 CDK 给咱们兄弟们放出来，让咱们兄弟们直接领啊。这个关卡呢，咱们兄弟们直接把这个手动操作一下，把这个元宝吃一下啊。为什么要吃这个元宝？我们可以用这个元宝去购买到很多的东西啊，这元宝最好还是要手动吃一下 OK 吧。刚才漏了一个，非常不好意思啊。来，让我看看天际哥，看看天际哥会领吗？怎么领是吧？你那个开服钻石领了吗？就是开服送钻领了吗？你先点开，我跟你说怎么领啊。你先点开右上方，看到吗？右上方不是左上方哦，是右上，不是右上方，是左上方。左上方这里有个开服送钻，看到了吗？你直接先点开开服送钻，这里输入下面的专属兑换码66688899，直接领取10亿钻石。等一下我教你怎么花啊，你先把这个开服送钻领了，然后我教你怎么领别的啊。你先领好了之后，我教你怎么领别的东西。OK， 咱们先封印一下啊，等一下我看一下我天际哥说啥。哎妈，这活动都是什么？在那个领了是吧？你看你右上方这里有个箭头，你看了吧？你看你右上角，游戏的右上角，你看一下。等一下我这里过了这个关卡，它需要看动画，非常的不给力啊，兄弟们，影响我教咱们兄弟们怎么去领福利啊，我真服了。OK， 咱们还没下载的兄弟们，咱们以及想玩的兄弟们，咱们抓紧时间下载游戏。咱们进入游戏呢，主播带咱们全程一块带着咱们兄弟们玩啊。等一下一块下副本，一块去打 boss， 等一下一块去给咱们兄弟们找老婆都不是什么问题啊。OK， 天际哥，你看一下右上方这里有一个 GM 特权，看到了吗？ GM 特权你看到了吗？那个 GM 特权你看到之后呢，你先把 GM 特权先给领取，输入。就是它下边上边那里有那个数字，看到吗 ？GFML666， 你先把咱们的 GM 特权领了。这个 GM 特权呢，是可以给咱们增加20000多的战斗力啊，以及还有红包、一些升级材料，咱们先给它领。你领好之后呢，然后你再点开这个 GM 特权，这里就会它直接跳转到这个礼包兑换，看到了没？这里这个礼包的话，咱们也是全部都可以领的。领了之后呢，你把咱们刚才在直播间截到的那个 CDK 在这里输入就可以领了。例如说刚才咱们截了有666对吧？666是12组的648元宝，咱们直接领。领好了之后呢，它就直接发到咱们邮件里了，就是在邮件，就是在咱们这个协助的上边，可能它会有一点延迟啊，咱们需要等一下，知道吗？学会了吗？学会的话，你看它现在来了，它现在有就是一个888元宝。
你把它全部领完的话，里边有12组的648元宝啊，还有专属的宠物蛋、专属的聊天框、气泡以及升级材料，还有很多的东西。你学会的话，你给我扣过一格，不然我怕你学不会。欢迎咱们新进直播间的兄弟们啊！咱们平时喜欢玩生化类游戏的兄弟们，以及想和咱们主播今天一块玩的啊，咱们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铃铛，咱们先下载游戏。主播今天全程直播，带着咱们一块玩，会玩不会玩都没什么关系。不会玩的兄弟们，咱们主播手把手教着咱们兄弟们一步步成为大佬，嗨嗨。咱们打手这个天神啊，看看怎么事儿。兄弟们都吃中午饭了吗？兄弟们，吃中午饭了没有？没有，有没有还没吃中午饭的？抽波子让我看一下，咱们吃中午饭没有？有吧，兄弟们？怎么都不理人啊，哥哥们？咱们理波人好吧？咱们理波人，让主播感受一下咱们的热情好吧？咱们这个我看一下刚才那个哥说想玩的那个哥跑哪儿了，下载好了吗？那个什么哥，让我看一下，哎，他好像走了是吧，走了。 OK， 咱们去打一手这个财神。财神金庙的话是可以土左边的兄弟们摇起你们的双手，左边的兄弟们，左边是什么？左边的哪个？左边的哪个兄弟们？阿晨姐，阿晨小姐姐，你下载游戏吗？咱们平时一个人玩游戏比较无聊的兄弟们，咱们直接点击下方的小手柄，咱们先下游戏啊。游戏呢，咱们主播今天全程带着咱们兄弟一块儿去玩，咱们一块儿去感受 PK 竞技的魅力，去打架的魅力，以及下副本抢 boss 的魅力啊，都不是什么问题。跟我一起，哦吼，有油切克闹是吗？抓紧时间下载，陈姐啊，等一下我在游戏里边给咱天际哥给你俩组个 CP， 到时候是吧？结个婚，生个新娃，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。你先下载游戏啊，咱们天际哥现在在升级啊，你也抓紧时间下载游戏。等一下呢，我直接给你俩组个 CP 好吧？都不是什么问题啊，你先把它领一下，天津哥。领好之后呢，你可以边跟主线任务升级边去领钱，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。你边跟主线任务，升级，咱们边领的话是不会浪费时间的。如果说你站在原地去领的话，非常的拖咱们这个升级时间啊，大哥。不用谢我啊，陈姐。咱们主播呢，直接是天际的月老啊，直接给咱们玩的兄弟们还包 CP 的，这些都不是什么事儿啊。想玩的兄弟们，咱们直接下载啊！下载之后呢，带着咱们主播的马甲，咱们直接瞄准红刃121符，带着主播的王权马甲直接进来啊！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多少新进游戏的兄弟们啊！咱们浅夏哥怎么了？浅夏哥发了一个表情是怎么事儿？浅夏哥怎么了？浅夏哥说说你怎么回事？浅夏哥怎么发了一个这个表情啊？感觉非常的不开心啊，浅夏哥。咱们一强哥，你下载游戏吧，咱们已经看了20多分钟。OK， 我开启了修炼功能，兄弟们。咱们一强哥下载游戏了吗？一强哥，这个修炼系统对于咱们来说非常的重要，兄弟们。这个修炼系统呢，不管是咱们在线还是不在线，都可以给咱们获得高额的经验，以及还有这个装备获取啊，还有宝玉获取都可以获得。这个修炼的话，咱们一定要打这个修炼幻境啊，尽量的打到高层一点。达到高层一点的话，对于咱们后边就算你晚上挂机休息啊，也可以获得海量的经验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欢迎咱们新走进直播间的啊大哥们啊，咱们主播现在玩的这款游戏叫做天逆，是一款超大制作的 3D 仙侠游戏。咱们如果说平时喜欢玩仙侠游戏的兄弟们，以及想和咱们主播一块玩的兄弟们，咱们直接点击下方的小手柄，不是小铃铛，咱们先下载一波游戏啊。
游戏玩法非常多，游戏内包含城战、帮战、跨国战、1v1、4v4打架活动，还有不定时的先锋战啊，这些都是有的，还有跨国战，以及游戏内还可以组个 CP、结个婚、生个鲜花培养。游戏玩法非常的多，咱们主播呢还可以化身天际的月老，给咱们下载游戏的兄弟们到时候搭个线。你看刚才咱们这个天际哥跟咱们这个阿晨小姐姐，到时候咱们主播呢直接给他们搭个线，直接让他们组个 CP， 到时候生个鲜花培养，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啊。呵呵，那个天际哥你下载好了是吧？不是你下载好，你领完了吗？领完了之后你现在打开这个钻石商城啊，我教你怎么先买一波东西啊，咱们提一波战力，就是打开商城，用咱们刚才领到的东西，咱们直接去白嫖啊，咱们直接去白嫖。我跟你说，感谢我累了就开摆大哥送来的，这是啥呀？踏青鸭是吗？我百哥，百子哥是不是想玩？百子哥，你想玩的话，你就直接说，咱不用送东西，你这给咱主播整的不好意思了。等一下，就凭你给主播送的这个摆子踏青鸭啊，主播呢等一下进入游戏做给你安排一发宝石啊。那个天际哥，你先打开右上方这个钻石商城，我教你啊，你先点开这个元宝，你用刚才领到了12组64万元宝，咱们先把这个五行仙镯跟这个经验熊猫直接把它买一下，这两个东西呢可以给咱们增加10多万的战斗力啊，而且可以多给咱们提升25%的经验值加成，对于咱们前期升级的话非常快啊。咱们升到95级，等一下我主播就可以建一个仙盟啊。我现在80多级的，我马上就会建仙盟。建完仙盟之后呢，你直接加入我的仙盟，我直接给你安排专属的翅膀，还有战魂啊，直接给咱们增加30多万战力。咱们下载好游戏的兄弟们，在直播间扣波一啊，让我看一下咱们有多少人已经下载了。下载好了，你之后扣一的，带着咱们主播的马甲，直接进红润111服。进了之后呢？我直接给咱们放出 CDK， 咱们直接截取一下啊，等一下直接进入游戏领取咱们主播的专属阵列翅膀战魂，都能拿到，分分钟的事儿，兄弟们提战力都是33水的。我去，121还没开啊，亮哥，咱们这个121的话是今晚6点钟开的，亮哥，因为他一天的话只是开一个服，121是今天晚上6点开。你要想玩的话，到时候咱们想玩121服的话，咱们等到今天晚上6点的话，等咱们君临哥到时候带着咱们一块去玩，好吧？你可以等到六点多的时候，咱们直接过来，到时候，咱们君临哥到时候就会接替咱们主播，到时候咱们直接去玩，让咱们君临哥带着咱们一块去称霸121服。哦，那我晚上再上，可以？你可以先进入游戏，咱们先熟悉一波游戏。等先把游戏里边升级怎么升等级怎么拉战力啊，咱们先去熟悉一下，然后等到今天晚上呢，你跟着咱们君临主播，到时候咱们直接去快速的升级拉战力，到时候咱们直接拿下榜一，是吧亮哥，你可以先玩玩游戏去熟悉一下，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的。他让咱们现在去打这个东西，我看一下这个小卡拉蜜思雨姐姐，我看看怎么事，是不是小姐姐，有点像小姐姐，兄弟们，她叫思雨姐姐，可以。等一下，兄弟们，你们想组 CP 的，到时候你在这个好友地方给我扣一啊，我直接替咱们兄弟们直接去撩那些小姐姐啊，直接给咱们兄弟们安排一个情缘，这些都不是问题啊。这类游戏不用熟悉，这类游戏闭着眼睛玩都知道，是吧 ？OK 的哥，看来咱们平时都特别喜欢玩仙侠类游戏，没问题的。OK。这个天际哥，你先打开右上方这个钻石商城，咱们先去把那个经验熊猫跟那个五行仙镯给它买一下，咱们可以快速的升等级，等一下方便加入咱们主播的仙盟。你那个小窗开了吗？你开的话，你在游戏里边给我扣个一，我看一下咱们还有多少刚进游戏的兄弟们啊。我看咱们直播间的大哥们哭哭就是下载是吧？就是，那我走了，晚上来。好嘞，亮哥，咱们可以晚上6点10分左右咱们过来啊。六点十分左右过来，咱们君临哥到时候就直接开播了啊。到时候你就可以让他带着你，咱们直接称霸1122服，好吧？同时领取他的助力，每个主播的助力都是不一样的，大哥。
上午直播是谁来的？上午的话是东方哥，是我东方哥，咱们那个东北大碴子哥。你们刚才不是说他那个一股那个东北碴子味儿是吧？新区还没开吗？新区的话是今天晚上6点钟开，大哥们。浅夏哥，你不是在109区吗？怎么你也要去122区啊？怎么事儿？就是不来我121区是吧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感觉我非常的没面啊？跟着我玩是不是感觉非常的没面？都不想跟我玩，怎么样？怎么事儿？你先去买一下，天津哥，我去。可以的，我懂了，哥，咱就是平时就是要追着我军林哥去玩是吧？是吧？激活套装 ，OK， 咱们激活一下咱们的套装。不去问一下，好吧？我还以为你也要去121区了，122区呢。你现在多少战力了，浅夏哥？不是浅夏哥，浅夏小姐姐啊 ，sorry。咱们下载游戏的兄弟们，咱们一定不要选错服啊，一定要来这个红瑞121服，带着咱们主播的马甲啊。OK， 好嘞，明白了。君临有没有给你组个 CP 啊？有没有给你组 CP 啊，铁夏姐？他有没有给你组上 CP 啊？有没有给你组 CP 啊？他没给你组 CP， 到时候我真实他，没事，我线下真实他，我必然让他给你组个 CP。他有没有给你组啊？组的话你给我扣一，没组的话你给我扣二，没组的话到时候我直接线下真实他，让他给你组个 CP 好吧？好啊。好像几天没上了，谁几天没上？你几天没上了是吧 ？OK， 我快开启仙盟功能了，佩戴一下，咱们的身份激活了，遨游四海，性格遨游四海。我看看啊，咱们天地哥，天地哥怎么听不到我说话一样？我要问他小窗开了吗？小窗开了吗？天地哥，仙女是吧？你可以，他几天没上了，他估计就是不玩了。你可以给把他踢了，咱们到时候再组一个 CP， 浅夏姐，咱们再组一个 CP 不行吗？组一个长期活跃的，咱们两个人没事两个人早上说早安啊，中午呢说个晚安啊，是吧？没事还可以拉个小手是吧？没事还可以亲个小嘴，都不是什么问题啊，是吧？想换？为啥不想换？我都跟你说，咱们去换一个活跃的，不好吗？OK， 我先蒙开了，我先建一个先蒙吧。OK， 哥，我那个天地哥，我先蒙已经建好了，叫做王权阁。感谢我185大哥的爱心啊，咱们是不是身高有185啊，哥？咱们是不是身高有185？是不是？咱们是不是身高有185？不然的话，你为什么叫 SXS185 呢？我觉得这个185一定非常的有深意，不然的话，咱们不会叫做185，对吧？我也今天上了会儿是吧？那你看来平时都挺忙啊。好吧。懂了，咱们接着去升级啊，咱们去升手机。这个天地哥，
我仙盟已经建好了，这边你后边的话，等到95级呢，直接加入咱们主播的仙盟啊，主播直接给咱们安排专属的翅膀还有战魂，直接让咱们战力呢提升30多万啊，都没什么问题。看一下还有多少新进游戏的兄弟们啊，我看咱们已经有很多兄弟们下载了，有十几个兄弟们都已经下载了，但是为什么是进错区了吗？是不是进错区了兄弟们？咱们一定不要进错区啊。你还有别的线下游戏啊？你平时还玩别的？好吧好吧，咱们一定不要进错区啊，咱们要来这个红润121服啊，带着咱们王权的马甲。如果说你进错区的话，咱们主播的助力到时候安排不到你啊，你领不到福利是不是直接白玩了兄弟们？对吧？是不是兄弟们？咱们龙汉哥，龙汉哥，我看你看5分钟了。咱们平时，咱平时是不是也喜欢玩线下游戏啊？龙汉哥，你要是喜欢玩，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铃铛去下载啊。带着咱们主播的马甲，咱们瞄准红瑞121服，咱们直接进来。我直接给你放福利，好吧？你焦小平，你告诉我一声，焦小平告诉我一声。然后我今天呢，主播全程直播，带着咱们一块去玩。咱们点点哥也看了咱们这么久了是吧，咱们兄弟们下载游戏的兄弟们，咱们直接看一下咱们主播屏幕上面的这个福利啊，咱们截一下屏，截好之后呢，你扣一进入咱们红瑞121服，咱们主播呢今天带着咱们兄弟们全程去玩啊，教咱们怎么快速的升级拉战力，以及可以给咱们兄弟们组 CP， 晚上带着咱们兄弟们去打架去抢 boss 啊兄弟们， OK 吧，直接截破屏啊，截好之后你给我扣个一啊，我直接隐藏一手。欢迎咱们新进直播间的兄弟们，咱们主播现在玩的这款游戏叫天逆啊，是一款超大制作的 3D 仙侠游戏啊，咱们想玩仙侠类游戏的兄弟们，想和咱们主播一块玩的兄弟们，咱们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铃铛啊，咱们先下载游戏，下载游戏之后呢，咱们主播教咱们兄弟们快速的拉等级提战力，以及等一下晚上咱们一块去玩加副本，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。使命召唤月术已经观看了5分钟是吧大哥？可以的大哥，咱们喜欢玩仙侠类游戏的兄弟们，咱们直接去点击下方的小风车，咱们去下载游戏。你下载好之后呢，你直接告诉我，在直播间扣一，我直接给咱们放福利，好吧？咱们不要偷摸的去下载进错区了，到时候领不到咱们主播的助力了，兄弟们，你领不到助力是不是到时候白玩了？是吧，大哥们？觉得咱们主播说的对不对？我不是威斯吗，大哥？我不是威斯吗？我不是现在是威斯吗？啊？我现在不是威斯吗？我真服了。哦，我现在才是威斯啊，真离谱啊！激活一下时装，好吧。我还以为我刚才磕的名等于白磕了，怎么他不让我用？离谱，离大谱，兄弟们！先去升一波级啊，先去升到100级 ，OK。咱们去跟主线任务去打一个个人 BOSS， 这个个人哦，黑风大怪。一头熊好像，好像是个哦，他是个狼，直接轻松拿下他，兄弟。哎，在直播间的兄弟们，咱们都吃饭了没有啊？兄弟们，有没有还没吃饭的？咱们领取一下等级礼包啊！有没有还没吃饭的兄弟们？没吃饭的，咱们在直播间扣个一啊，因为咱们主播呢也没吃饭啊，咱们兄弟们同甘共苦啊，有难同当。
OK， 咱们现在直接打一场 boss， 看看怎么事。嗯，看看他等一下能爆什么装备。哦，对了，兄弟们，咱们开通了 V4， 他等一下是会直接百分百爆红装的，因为咱们开通了 V4 之后呢，他前五次打的话是百分百会出这个红装的。看到吗，兄弟们，直接爆了，百分百是有一个红装的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咱们开通了刚才开的那个 V4 的好处啊。OK， 咱们再接着去升，跟着主线任务去升下级。让我看一下我天津哥现在多少级了，95级了是吧，天津哥？你直接加入咱们主播的新盟。咱们龙汉哥已经看了十多分钟了，咱们又一个兄弟偷摸下载了是吧？都偷偷摸摸下载是吧，兄弟们？都不告诉咱们主播是吧？咱们下载好的话，你直接在直播间扣个一，让我看一下咱们有多少兄弟们想跟咱们主播互动啊！想跟咱们主播互动的话，咱们主播会给咱们兄弟们偷偷的安排一点，多安排一点福利好吧？你不跟咱们主播互动，咱们主播怎么认识你啊是吧？到时候怎么给你带着咱们怎么玩啊，大哥们，咱们抓紧时间下载，带着咱们主播的马甲进入红瑞121服，主播呢直接给咱们发放福利好吧。呼送一首，呼送咱们这个凤凰，这个凤凰的话它是一个坐骑啊，咱们如果说也是可以搞得到的，兄弟们，你们有没有说想要看一下这个，想看这个抽凤凰的，兄弟们有没有想看的？想看的话咱们主播呢直接给咱们兄弟们抽手凤凰也是可以的，你们想看的话直接在直播间扣个一啊，我等一下。